有总统的好，所以我就改成早上现在是一个。那现在是昆明的状况。有点这个意识不是很清楚。他们现在都老公在，啊，说我们回去可能会吃个晚上，也走出晚餐很多的，因为进房太多人不好。我怎么可能让他走？我说不可以，怎么可以这么惨？谢谢你，于大哥加油。才能体会到说，哦，我的妈妈以前生我们，然后养大我们是这么的辛苦，然后这么的伤脑筋啊。那在这里就是希望妈妈，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不要想太多，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。妈妈你真的辛苦了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爱你哦。妈妈